回来，王胜伟今天二支二，而且两支安打几乎是同样的方向，要再拼哎，王胜伟要再来一支二垒安打吗？球传过来 ，safe， 投的稍微外面了一些，投了球保送，但打者选得很好，继十二发的全垒打，跟范国成是并列富邦最多的。左半边的安打来了，这个可能得上来进两个垒包哦。王胜伟跑回富邦的第三分，那范国成则是推进到三垒，就连申浩伟都上二垒。本身的脚程是又更快的选手哦，打在中左外野之间，其实外野手处理没有浪费什么时间。不过昨天的九下确实蛮热闹的，那今天富邦算是蛮早的，就打击上面有好的发挥，哎，要快哦，徐继勇，哎呀，结果球抛不出去。那范国成就再跑回一分，四比一了。许继荣第一时间守的是比较深啊，对，他这个球滚得很慢，所以他接到球之后好像又没有拿稳哦，